不同于以往的富二代或者总裁，这次的郑南贤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和同学一起创业打拼创立公司，在 IG 业闯出一番天地，站稳脚跟成为行业精英，一个不一样的创业历程，期待张翰的挑战和演绎。下面请看官方新年祝福特辑。我是张翰，我是君明，我是金超，我是张嘉倪。在2017年，我是大明星艺兴，是一个为爱付出10年青春的艺兴。我是演员梁大为，在2017年里，我认识了一个男人，他有一点点腹黑，对爱还有一点点执着，他的名字叫做潘磊。去年呢，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年。那我希望在2018年，大家可以一块努力。所以在这个跨年的时候，然后希望大家来年都非常顺利。2018年将会有一部特别好看的剧要播出，那就是我们的《温暖的心》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万事如意！新年快乐！我们明年见。温暖的是我，全是你，所以你是温暖的弦。